爷说到今晨，嗯，买了我的票，你们就如同是分了房了。谢谢啊！刚才有几位早走的，嗯，国立老师上后台跟我说，嗯，他十一点的棚录东西，有几位不得不走，走吧，嗯，我会记住你们的。哎，去，还记仇？但是也有不没走，你看鲁豫他们啊，嗯嗯，刘刚、赤雪他们啊，这都没走，他们区长大人也在这儿了啊，嗯，人招谁惹谁了？这都是，嗯，谢谢吧啊，因为到这会儿你们要不走呢。就别走了，嗯，就锁门了，因为到这会儿我们要开始正经的瞎说了，嗯，不是瞎说，这会儿有正经东西了，哦，真正经说了，哎，聊一聊，今天我发现留下的都是青年男女，啊，年轻人较多，嗯，刚才走的都是成双配对的，啊，哦。一对一对的都走了，嗯，一个一个都留下了啊，单身的也没什么事儿，就留下吧啊，嗯，你们除了听听相声啊，嗯，拿我们俩消遣，嗯，你们回去也没别的事儿，就睡觉啊，挺好。我特别愿意看着小小子小姑娘，嗯，来听相声来，是吗？希望他们听着相声，俩人能交上朋友，哦，从此就好上了，那令人多么开心的一个事情。嗯，我这个话你看前排这几个乐的都没人样了，听您这话过瘾，听相声你们都有所图啊，当然了，很正常，谁都有十七，嗯，谁都有十八，哦，谁都搞过对象，年轻过，当然了，说像于老师搞这么些个也不多见，我搞哪么些个呀，于老师这个，嗯，能说吗，你说你们替我做主啊，夜深人静了也能说点这于老师的家事儿啊，白天你也没少说呀，啊，风格不一样，哎，对，这就别论风格了啊。于老师这辈子没白活，真的。怎么了我？打小人家里给定的娃娃亲啊，小时候十九岁就结婚了，对，十九岁的小小子懂什么呀？嗯，媳妇42，啊，这也太大了吧？这个后来就没成功吗？那成功不了啊，这不就分开了吗？嗯，分开之后，后来那个媳妇跟了他舅舅了啊，啊，成我舅妈了。嗯，后来又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还有一次。其实那媳妇挺好的，那怎么让他干儿子给拐走了？嗯，我身边竟什么人呢？这是啊，反正陆陆续续交这些女朋友们都认识啊，嗯，那叫什么？有一个丽丽，还丽丽丽啊，大平，大平，嗯，赵小美，嚯，哦，嗯，曼丽。哦，曼娜，嗯，这都写书，叫什么呀？曼娜没有，还有叫什么来着？叫孙胖子、彪子、二愣、刘铁头，嚯，诸葛山珍，这行了行了，我这媳妇这名字怎么这是？他记不住，反正陆陆续续交往过一些个女朋友，哦啊，但是跟他时间最长的是那个。金角大仙，哎，这好，我敢弄神仙了。嗯，啊，取经路上取的。哎，什么取经路上？哪有金角大仙呢？就我不知叫什么，老戴一金色的一个发卡。哦，啊，背地开玩笑，金角大仙。哦，啊，那个最疼人。哦，那个说良心话，那个，是没坚持下来，咱实话实说。哦，那个不赖，那挺好的呀。这那太，哎呀，太好客了。这什么叫好客呀？家里来串门的那个说实在的，嗯，吃饭喝酒安排的特别好啊，照顾人可热情了。是那会儿于老师其实说句良心话也没什么钱啊，哎，哪时候穷，一出去演出去就是30一场50一场的，那也得挣啊，就是当年都这样吗？嗯，印象特别深，于老师出去演出1年半啊，那么长时间一走1年半，嗯，回来这儿给生一大胖小子，哎，你等会儿吧，你得可爱不是走1年半，这儿生一大胖小子，就是于老师也急了啊，那是眉毛都绿了，嗯，绿了，都我要现行，都立起来了 啊！你要干嘛？我这甭重复了。好家伙，真急了，说啊，谁的？那是得问问，是我朋友的吗？哦，是高峰的吗？你瞧怀疑，是侯真的吗？是孙越的吗？嗯，是我哪个朋友的？嗯。人家女孩也不爱听，真是，我就不能有个朋友？哎，没听说过，
谁的也不成啊，这个。当然这是之前的事情了啊，现在一切都是过眼云烟，都过去了，是不是、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嗯，我也不例外。您，我说句良心话，人追求好的生活，追求这些都是对的。那当然，我也是曾经我有梦想。嚯，还有梦想。我时至今日有的时候都爱给自个儿编电视剧。怎么个编法啊？比如说啊，啊，我这待着没事儿，哦，夸来一电话，是，你好，嗯，你是那个郭德纲先生吗？嗯，什么味儿这是？您好，我是郭德纲。哦，要是有时间上咱们这来一趟啊？干什么呀？我那个孙子结婚。哦，孙子结婚。孙子结婚。嗯，孙子叫什么名字？嗯，威廉。哎，嚯、哦！啊，威廉结婚。您是谁啊？嗯，英国女王。哎呀呵，英国女王怎么这味儿啊？就形容嘛。哦，想象嘛。是是。去吧，去吧。啊，装车上，咵，给我拉到英国。是英国吗？啊，英国。嗯，是英国。啊，因为六里桥上的长途车嘛。哎，对。我一猜就奔河北去了。咵、嗯，到了，大横幅。英国人民欢迎您。哎，对，横幅还倒口呢。嗯，下来到人那儿，嚯、嗯，英国王室流水席。英国王室吃流水席啊，待客不收礼，呵，大摆桌啊。女王带着孩子们、嗯、照顾不周，吃后喝后啊。嘿，好嘛，真客气，多么快乐。嗯，吃饱了没事儿，英国街上溜溜，哦，逛一逛景，走了走，夸。地上一大皮包，这是打开拉锁，里边都是钱，捡钱了，呵，还有纸条，嗯，俩字儿写的，我的，谁的呀？就我的，举着这条，嗯，找人，英国警察过来了，嗯，先生您好，好，全这味儿，这箱子是谁的？嗯，我的，嗯，先生拿好了，哎，这，我的，你的了，可着英国花钱吧。啊，就这么造了。哎，买买东西，购物。英国超市，呵，一进门都是我的。啊，这也是你的？不不，就不是，盐都是我的。啊，上英国买盐去了，都不许动，都是我的。啊，哦，老板也高兴啊。嗯，给这先生大包啊。哦，你是中国人吧？啊、哎，对，肯定是中国人呢。对着好买。哎，进他那个高档的商店。嗯，买酒。买什么酒？买茅台。上英国买茅台去，他那都是真的。英国倒都是真的，而且比国内便宜。哦，都销那儿去了。哎，花钱，各地花钱，各国花钱。哦，回国在香港站一脚。香港站一脚干嘛？哎，香港看电影去。最近啊，有一电影上映，说这个就是和尚老道的故事。您捡主要的说行吗？我不看，我没看，反正说是一个什么蒲团的是什么？你想，和尚老道打坐用？哎，对对对 对, 对，谁说的？什么是铁蒲团是？什么铁蒲团？什么呢？肉蒲团？哦，你们看了呀？是怎么着？是一个什么片子来着？还是啊，三 D 的？三 D， 嗯，就是反映张飞的一个故事。谁说的？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嘛。哎，三弟说的是技术，技术啊！混、嗯、你有技术你、嗯？你想干嘛呀？我就形容吧。嗯，我去看看电影去，多开心呢、啊。嗯，看完了站起要走。嗯，人家这个香港电影院的。嗯，先生慢走。嗯，香港也这味儿的，殖民地原来。传下来的。嗯，给您道戏啊。哦。我、哦、什么事儿、嗯？你是俺们这儿的第一万个顾客啊、哦！你中了奖了啊！俺、哦、们有一个印度的美女啊，嗯，陪着你一块儿吃饭。嘿，好事都是咱的。你瞧，做梦。印度美女，嗯，穿着就那个样的衣服吧？哪个样的？咱不懂，蒙着纱，哦、这点一红点儿出来了啊！先生你好，怎么全这味儿？印度也这味儿？待年头太多了啊！哦，跟我对面而坐。嗯，点上蜡烛上菜，嗯，甭管是什么颠仨炒俩，嗯，对脸而坐啊，多开心。那是啊，这么近距离看印度女孩多好。这点一红点，是打小咱们净看那个电影了啊。你说这是贴的，这是画的，
红点儿。我说我摸一下你的红点儿行吗？嗯，啊，姑娘挺高兴，来吧。嗯，你瞧，这姑娘是高兴了。哎，你黑掉了。啊，这儿露出仨字儿，现在是一等奖。哎，这字儿写的也小点了，又给辆法拉利。嘿，您就想吧。哎呀，人的愿望是多么的幸福啊！真好。当然了，这只是那么一想啊、哦，现实跟理想还是有差距，不一样。现在我们这个岁数就老了，就完了。当时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好些个蓝图需要去憧憬。哦啊，当年那会儿也年轻啊。啊，于老师的爱情很坎坷，我也是如此。您也不顺吗？我当初好些年前，我特别喜欢一个女孩。哦，啊，喜欢女孩，但是不敢跟人说我喜欢你，交朋友不敢说，害臊。那会儿年轻，找一个有经验的人问一问。问的是谁呀？我们这有一个那个广场熟女啊。你先等会儿。哎，广场熟女是怎么？熟女你不懂？熟女我知道，广场熟女就是看自行车那老太太。哎，这嗨，哎呀，啊，看自行车老太太叫广场熟女。冷饮熟女是卖冰棍的老太太。哎，这您跟这熟女还都挺熟啊。好吧好吧。我说您给我出主意吧。老太太说可以啊。关于搞恋爱呢，我是有一些个经验啊。老太太刚打英国留学回来。这脚全这味儿的。老太太人一说当当当当呀。啊，长知识，出的什么主意啊？能人呢、啊，都在民间呢。哦，人一说这搞对象太简单了。怎么说呢？不敢说我爱你是吧？啊，找个节骨眼儿。什么节骨眼？比如这女孩正看书呢。嗯，把书接过来，拿铅笔在上面找。嗯，哪个书都能挑出来。对、啊，我爱你，找仨字儿。哦，拿铅笔标出来。嗯，递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多有档次。是，这女孩一看就明白，人要同意就同意，不同意拉倒了。对了，你也不丢人。嗯，这主意不赖。是吧？老太太说：“你去买一个小鱼缸去，嗯，买两条金鱼，干嘛用？送给他，哦，跟他说，鱼在水里，你在我的心里。你瞧这话说的，哎，这，哎呀，一说这女孩当时就了，哦，这至于这样吗？哎呀，心脏病犯了吗？这不是啊？买点烟花去，干嘛呀？过年过节放了烟花，啊，堆在他们家楼底下，哦，夜里九点半打烟花，上阳台。”看见你上阳台，这呲儿漂亮啊！花一起来，送给你的。嘿，女孩在阳台，哦，这女的也没见过什么，就形容一下，给她买个小镜子，这干嘛用啊？看看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什么样的？哦，女孩，啊，就这样啊？嗯，那师傅怎么样啊？再熟点，开车带她出去玩去，开车出去玩去，在副驾驶那座那儿遮阳板里边。弄点玫瑰花的花瓣都藏着哦，开车出去。嘿，你告诉他太阳太热了，把那板撩下来吧。嗯，一撩下，哗，这是花瓣下来了，多美、啊，多浪漫。和女孩，哦，哎、对，这都没听说过啊，这太好了。哦，带他出去野餐去，吃饭，地上铺块餐布，准备各种吃的。嗯，聊聊闲天，说说未来，拿小叉子插块食物喂他。嘿，啊，默默含情，两个人这关系就进一步。那是。是不是再进一步俩人比如找一什么酒店俩人聊聊天什么的哈、啊、就是开房去了呗聊天光聊天先聊天哎这行了您就说怎么聊天吧聊随便聊聊着聊着抄起枕头来俩人打着玩拿枕头打着玩哎，枕头一破了，白色的羽毛飘出来，满天都是。哎，多浪漫啊！是女孩，哎呀，哦，我一猜就呛着了，是怎么啊？买点那个亮的小星星啊，粘在床上面、天花板上面。这干嘛？粘上一个，比如我爱你。哦啊，日语叫 I love you。日语什么？英语叫这个？英语叫 I 喜欢你。哎呀，啊，哎。这主意太好了，嗯，我说谢谢广场熟女，哎，您别跟她客气了，准备吧，怎么准备？准备，我就知道这女孩好看书，哦，我上图书馆找她去，找她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嗯，来了图书馆，正是午休的时候，哦，人也不多，是，这女孩坐在那儿，嗯，穿着一个浅色的一个连衣裙哦，头发梳了一个
马尾辫，嘿，啊，坐在这儿很安静，是离着远处看着太阳照他身上，嗯，我都觉得这么温暖，真好啊。慢慢的走到跟前，周围人也不多，嗯，咳嗽一声啊，提醒他一声。女孩抬头看看我，嗯，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哦，老书了，一本线装的《金瓶梅》。哎，这本书跟这画面都不挨着，知道吗？他正研究呢，啊，线装。崇祯年间刻本，哎呦，这算文物老书，皮上写着新刻，嗯，啊，这叫什么来着？《金瓶梅绣像全传》，光看画啊，有字儿，有字儿，哦，啊，真巧，啊，嗯，天天来，终于碰见你了，嗯，接过来，怎么样？掏出笔来，画，什么了？你都看得懂啊？啊，不认识。哎，那也得挑啊，都是繁体字儿。嗯，嗯，我会找到的，会找到啊，找啊，坏了，怎么了？我应该用铅笔。您用的是钢笔。钢笔怎么了？而且一使劲还漏水。哎呦，整个这书哇，印了，全都印了。哎呦，一回手抹了一脸蓝墨水。好，全弄脸上了。我都傻了。嗯，女孩也愣了。小女孩她能说什么呀？嗯，脸都憋红了。哎，半天呐。嗯，孙子。哎，好嘛，赔吧。哎，您就碰上那广场熟女了，可能是。什么话？废话，小女孩一张口说孙子呀。她说就损吧，是这个意思。啊，对啊，赔书吧。嗯，当然管理员呢，你看我给弄成这样，管理员一看，啊，哦，管理员这样了。还得有一个这样的。哎，对，哎呀，这事儿闹，赔完了钱回家，我一宿没睡觉啊，那难受了，没成功，心里边郁闷别扭，这叫什么事儿的？嗯，翻过来叫过去，天亮了，嗯，我就把这事儿赶快处理一下。对，买一个小鱼缸，哦，装两条金鱼，第二条送给他，嗯，鱼在水里，你在我的心里。好，走，到他公司门口那儿，跟人说一声，嗯，我找谁？哎，人去叫去了，我站这等着。一宿没睡觉真难受，哟，翻腾，嗯，你要干嘛呀？哎呦嚯，得亏有这缸，就干这用了，地上一点都没有。哎，对，不至于打扫卫生，都在缸里边。嗯，来了，过来，没见过那个，嗯。送你的小礼物，还有脸给人家呢？豆腐脑啊！啊，吃的还真干。嗯，鱼怎么这样？嗯，日本那辐射鱼。哎呀，全想起来了。辐射之后鱼难受就吐了啊。鱼哪能吃这么些个？拿着吧。嗯，女孩接过来。哎，哦，还有两句话说。鱼在饭里。嗯，你在我心里。哦，我心里的在缸里。哎，好，连心都吐出去了。嗯，哎呀，又没成功啊！回来之后心里这别扭，这算哪一道？是啊，我去买烟花去吧。还有计啊，去买烟花，人家说哗一放呲花，女孩特开心。对，这个不年不节的北京城哪有啊，外地买去，河北省。哦，买烟花，把卖花的乐坏了。嗯，这日子可又买这个，也买带送，给我弄了一车。好嘛，拉回来晚上奔他们家去了，进小区找着那阳台底下都摆好了啊，心里高兴，今天俩事儿，一个是烟花，一个是送小镜子。哦，两件事。打电话，嘿，出来吧，这会儿九点半了，夜里。哦，上阳台有一个小礼物。好，出来站阳台上。这要现行啊，眼神不济，趴着往下看。我这儿词儿点火，嗯，起来了。这个卖花的也太疼我了。怎么了？不光给花，还送了我一大麻雷子，大个儿，那么憨，哇，那么长，嗯，而且我是。奔着阳台方向摆的，对着阳台呀，咚！
开炮、啊、一炮就周堂去了。哎，给那女孩啊，阳台上就没人了。好嘛，噔噔噔上楼啊，把门踢开了，一把把她搂在怀里，脸都黑了。啊是啊，嚯，掏出小镜子来啊，你看看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哎，对，招你惹你了这是？我突然间想起法海来了。这还拿着照妖镜呢，这是。他挺开心的，打电话要报警，被我拦下来了。哎，对，送他上医院。嗯，一趟一趟的照顾他，不停的道歉。你是得这样。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太粗心了啊。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脸上好多了。那是。黑皮也退下去了。哎，对。小脸蛋粉不嘟的。嗯。看着跟 Hello Kitty 似的。哎，这个没听说。哎呀，有一天我们俩聊天，我说我其实不是坏人，就是心粗了一点。我特别喜欢你，你要让我干嘛我就愿意，刀山火海在所不惜。你看，你让我死我从楼上就跳去、哎、啊！我说完这话看他默默含羞，可能是这炮打的耳朵不太好，是听见是没听见呢。你让我怎么样我都可以做到、哦、你呢嗯啊，没听见。不是你能像我这样吗？嗯啊，你再说，你能为我而死吗？什么？你能为我而死吗？嗯，合适吗？那有什么不合适？为我而死，姑娘不好意思。嗯，好吧，好吧，好吧，真答应。拿出一耳挖勺来。嗯，你要干嘛？不是为你而死吗？我没听说过。这什么耳朵啊！这是，我的个天爷呀！会恢复好的，哎，对，还很大的信心啊。缓了些日子，嗯，我们两个人终于越来越好啊，这好上了。后来有一天，我说我想开车带你出去玩去，哦，我们进一步出去个三两天，嗯嗯，你愿意吗？嗯，他挺开心哦，成功了，真去啊！你要说出去十分钟，这不算事，那是买报纸去啊！嗨，愿意跟你出去三两天，你那可以，你懂的。我不懂。哎呦，三两天这得你们这是肿么了？出去玩去呗，准备把那破车擦擦，准备花搁在遮阳板上面。嘿，上车，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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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三蹦子呀！不是我那车一般啊，开出去迎着阳光，我说那个阳光刺眼。是，把你遮阳板拉下来嘛？哎，还真听话。哦，咵啪，怎么了？我就带着花盆来。这好嘛，弄花瓣带花盆干嘛呀？我怕花瓣掉了，你知道吗？哎呀，我整个的捆在上头，我忘了告诉他了，还浇了点水，咵歇脸上了哈。嗯，会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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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他走来说啊，没事，这都习惯了。哎，习惯了。我说对不起，其实我是想送你个小礼物。嗯，买了个戒指，希望你能够喜欢。哦，他要敢接过来啊，就说明这事儿十有八九了。是啊，姑娘接过来就戴上了。喜欢吗？嗯，我特意上首钢给你买的。哎，钢的不是什么，我也不懂，反正挺好看的。嗯，戴着吧，往前走不多远的地方，一个山清水秀，我们下来野炊吧。哦，吃饭，地上铺上塑料布，嗯，摆上各种吃的。哦啊，什么都有，嗯，什么都有，各种苏丹红的鸭蛋，嗯，瘦肉精的猪肉，嚯、哦，硫磺熏的土豆，哎啊，墨汁染的木耳，嘿，东北的豆芽，上海的馒头，啊，这点精英都在您这儿呢，嗯，全都有，给他倒了一杯色素勾兑的红酒，哦，我来了一杯工业酒精勾兑的白酒，哎，你们俩还打算回来不打算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要作诗啊！哦，还有诗啊！人生自古谁无死？哎，留取丹心照汗青啊！这玩命去了，干一个，高兴，拿叉子扎了一块吃的。哦，我能喂你一口吗？啊，又是招，这都是试探。对，姑娘挺开心，嗯，但是很害羞啊。那闭着眼，张着嘴，嗯，我也很害羞，是，我也闭着眼，嗯，哇。俩人都闭眼使那么大劲干嘛呀？我再睁眼，他脸上扎一叉子。哎嚯！啊，哎，看看我，你到底有多恨我？哎呀，
哎，差点没给弄死。嗯，不是，没事，不要紧的，会好。来，你低头来，走。哎呀，这是体检的。哎呦，行，这是肿么了？还行，他那脸不，他脸挺厚的，也没流血啊。嚯，这多厚的皮呀、啊！这是打吗？打不要紧，不要紧啊，习惯了，习惯了。我说那什么，天也不早了，嗯，你找一酒店聊会儿天吧。好，要去旁边不远，我都安排好了。嗯，进酒店很温馨。哎，你来个枕头，给你来一个，我来一个，来打吧，打吧。广场熟女说要用枕头打一架，哎，那好玩，满天的白羽毛啊，哎，飞起来，哎呀，空气都在面前漂浮，嗯，多么的浪漫，来打，夸夸夸夸夸，嗯，荞麦皮的，哇，黑的呀，我都看不见，哎呀，还没洗干净，嗯，哦，家伙哈，哎，姑娘捂着嘴，我出去喘口气啊。哎呀，都快呛出去了！利用这会儿功夫啊，我粘灯，你贫不贫呢？你，我小的我都得用上。对，买了好多灯，有大有小。嗯，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心形，哎，很漂亮。心粘正当中，哦，踩在床上，粘天花板上，嘿，粘一心。嗯，心边上写着 “I love you”。好，小碎灯粘的。嗯，买的多了，怎么办呢？最后粘出一个月亮来，月牙儿。哎，进来吧。嗯，躺炕上，躺好了，快躺好了，尘埃落定，躺着，看看，嗯，你看这个，I love you， 嗯，为什么还有个问号？哪有问号啊？瞧真着点儿，瞧真着点儿、啊，那是月亮，哎，仔细看看那心、嗯，哎，看那心，看得见吗？啊，看不清楚。哦，正说着，这心下来了，哦。整些脸上看清楚了，这回看清楚了吧？哎，赶紧了啊！嗯，回来吧。嗯啊，人家要报警，我拦着他啊，报两回警了。回来之后两天没敢见面，心里不是滋味。第三天你猜怎么着？啊，我接了他一个短信啊，他跟你联系。其实这些天我反复思考过，你是一个好人、哦，你懂得替别人着想。虽然说心粗了一点，但是你挺疼人的。你如果愿意的话，以前的事情完全接过去，我们重新来好吗？这就叫好了伤疤忘了。姑娘太好了，你这样有意思吗？对，这就好了。人家女孩这样，你不懂事呢啊！哦，人家问好吗，我能说什么？嗯，好的，好的。发一短信，好的。嗯，坏，手一哆嗦写错了，写的是好，写成了个骂，骂的呀。哎，骂上了！我这是肿了呢！哎，姐，嗯，哎呦，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我赶紧道歉去吧，我去找他，嗯，实实在在的把话都说，掏心窝的话全说了。这就他也挺开心。嗯，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愉快的岁月，哎，真好了啊，一切都挺好。嗯，但是很遗憾，怎么？天下的事往往很难够走到最后。怎么回事？后来不得不分开。怎么分开？因为她怀孕了。怀孕了啊，怀孕了，只得分开。怀孕了就分开。哎呦，没办法，她男朋友急了。嗯，说是高峰的、孙悦的。哎，这别花钱了，各位，真的，这个挺贵的啊！我这些年救活了好几个卖花的，谢谢啊！到这点了，还有这么些人不走，你们是真没有家吗？哎，这你这不是看演出，你们这是来看杀人来的啊！那天要是有时间，咱们大家一起坐一坐，聚一聚，我爱跟你们聊天，我是拿各位当朋友，咱们不是外人啊！嗯，那个于老师尤其更善于跟大伙打交道啊。这个人好交朋友，交朋友喜欢啊，吃喝玩乐他一门灵，真一门灵，是不是我捧人家这辈子确实是没白活。怎么又没白活呀、今天在座的各位今儿都是冲您来的。哎，没有没有，听相声。他自个儿养花养鸟养鱼养那个小马，嗯，小矮马，有人在电视看过，国内最大最好的一个种群就是于老师那儿。哎啊，真的小马下啊，每一匹马从喂料打理
配种都是于老师的心血。是，前边管，后边就不管了。嗯，你就客气，这个人就客气。谁跟你客气？客气，反正挺好的啊。嗯，好，还种个花，种个菜，是种个葫芦。哎，葫芦有好的，皮儿也正的，样也好。哎，养蝈蝈用。对，还有的葫芦大了没用，夸切开了当瓢使。嗯、对。他找了人在上面有烫花的，嗯，刻花的，是大瓢特别漂亮，嗯，北京第一瓢客，嗯，什么词儿啊这是？做那个瓢做的是真好，做那瓢啊，你做的好，没事还找些人上家喝酒去啊，喜欢这口，他好这个，我不行，嗯，我出去吃饭跟受罪似的，不愿意，酒席宴前不善于说话，不善言谈，实话实说，前些日子出去还吃了回饭，哦，闹得很不愉快，是吗？因为那桌人也太杂。谁都也是朋友聚会，嗯，这里边有一个开发商卖房子，哦，有一曲艺团团长，啊，有一个作家，啊，还有一个原来是小偷，后来改邪归正了的，啊，嚯、哦，我们这几人坐了一桌，你坐我们那儿好了吗？那怎么好不了啊？太尴尬，都不挨着呀，说不上话，不挨着，嗯，最后有一位说咱们别这么干喝酒了，咱们来个酒令吧。嗯啊、哦，他们也来酒令，来酒令吧，嗯，有条件啊，嗯，得说什么尖尖，什么圆圆。什么千千万，什么万万千，哦，最后还得说有没有，没有，哦，这是一个完整的酒令儿。嗯，我说我没听说过。哦，那小偷说了，列位啊，我原来当过小偷。哦，我先说啊，这太可乐了，真诚实。听着，说这个、嗯、万能钥匙尖尖，哦，保险柜那锁圆圆。嗯，我偷过的经理千千万。嗯，我偷的领导万万千。嗯，有一个报案的没有？嗯，没有。我说我会了，那就会了，这就行了。旁边又来一位，嗯，第二个谁说那个承包商，哦，开发商盖楼的，我来一个。那行，他来啊，金条尖尖，嗯，金表圆圆，哦，我承包的工程千千万，嗯，伪劣工程万万千，嚯、哦，有一个追究我责任的吗？嗯，没有。哦，旁边一个曲艺团团长说了，哦，干这个的，筷子尖尖，嗯，盘子圆圆，哦。我吃过的饭店千千万，嗯，我去过的酒楼万万千，嗯，有一次我结账的吗、嗯？没有，哦、啊，白吃白喝。旁边有一个写东西的，嗯，我来。他说，笔杆尖尖，笔头圆圆，嗯，我写过的东西千千万，嗯，发表的文章万万千，嚯、哦，有一句实话吗？没有，没实话。我说该我了，我来啊，就你了。扇子尖尖是。汗珠圆圆哦，说相声的千千万，嗯，艺术家万万千，呵，有一个会说相声的没有？这个一说一乐，哎呦，还有花呢，可了不够。都哪儿买的告诉我，我退去，要不就可惜了啊！坐的这么晚了，大伙儿还没动。哎，那边俩哪儿去、嗯、逮他俩、嗯、那姑娘跑出去、嗯、这太好玩了，咱看啊，看一会儿还谁跑啊 啊我一指你就窜出去啊、哎、我干嘛呀，你给他叼回来、啊、你得拿着飞盘有没有也没有啊，谢谢谢谢，听相声就是一说一乐的事儿、嗯、也别太较真啊，哈哈一乐，这个故事是假的，可能好些个背后的东西是真的，对，是不是相声这门艺术呢，哎，别太较真，我们这好汉子不爱干，赖汉子还干不了，是，但我们也跟老百姓一样，这个正常人嗯并不比谁高多少、嗯、别看这比您高出这几尺来，嗯，这是为了让您瞧见我，并不代表着我们比您高，没有啊，我们也一样，上我老下我小啊，然后哟，我这紧着说这俩孩子还出去啊、啊，没事没事没事，孩子啊，没事，然后啊，嗯，好、啊、没事，孩子上洗手间了啊，你怎么知道的呀，祝你们圆满成功，哎，废话，谁去那儿不得圆满成功、啊、完事还回来啊，嗯，哦，哎呀，这是一男一女、您眼神还真好，这大庭广众俩人你们这干嘛去，哦，上后台来，那行吧，嗯、啊、找咱们的哈，啊，
啊，找咱们应该没什么坏事。嗯，嗯，挺好。这个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嗯，就是人这一生吃喝拉撒睡，你说他粗俗吧，但是谁也离不开。嗯，上厕所谁不上？嗯，得个病，头疼脑热，谁不得？哪得病？对吧？该看病也得看病。我错怪你们俩了。嚯，你们俩回来够快的。看来花店就在门口。嗯，你们是上后边我那花店买的吗？这天底下钱都让我一人挣了。嗯，谢谢啊，谢谢。这个你看搅和乱了吧？山外青山，还从这儿说。我这能说到我八十岁生日去。好啊，快，嗯，全照顾着你。你怎么办？人花钱了哈。嗯，快点行，可以走，快走，快走，哎，快，啪，哎，这都不是外人啊。您有点正经的没有？都大半夜了，你要多正经的你要？大半夜的就不正经。谁家说相声说的快天亮了，这都。你看说的哪儿？咱忘了。说的看病。山外青山啊、哦嗯，要没这些姑娘们，我说不错。对，山外青山，楼外青楼啊。哎，真从这儿说呀。谢谢这些个姑娘帮我想起了青楼。刚才说的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哦、这很正常。前些日于老师还得病了。于老师看病去，嗨，大夫给开一条，不是体检，不是什么肠镜、胃镜，别提这个了，那是假的。对，那为什么能想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真是去做检查了。嗯，大夫说验尿，尿啊，验尿，这很正常啊，这也不脏，谁都得病是吧？嗯。但是于老师纳闷儿，验尿，这尿字写的也太草率了。怎么呢？于谦看吧您。验屁，我也太不识字了吧！我也这个玩意儿就没听说过呀，这谁都没听说过呀！这是难道是检查上呼吸道？没听说过，还上个呼吸道？这搁谁知道？瞎琢磨，于老师也琢磨，但是问题这怎么验呢？方法不懂，他没不得法。是啊，不掌握技巧，回家了，嗯、跟媳妇儿说、嗯：“你看这怎么办？”嗯、媳妇儿真聪明。嗯，你这等我，那个炒黄豆，炒黄豆，锅里别搁油，干锅来二斤黄豆，咔咔咔咔，嗯，炒完又干又酥，吃。嗯，于老坐着，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啊，真听话。二斤黄豆全吃了，好嘛，吃完了、嗯，那么接下来呢？嗯。还有下一步呢？喝凉水。我媳妇儿真有主意啊！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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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喝了这么一大瓶子凉水、啊、哎呦，然后呢，坐那儿等着。等什么呀？于老坐着，坐着。哎，媳妇儿出去一会儿再回来。嗯，你怎么胖了？怎么回事？胖了？这样了啊？已、啊、经差不多了。哦，等来了，差不多等来了。你什么？这等来了，但问题怎么给大夫送去？对呀、啊，没有什么容器。两口想半天，哎，来气球。我媳妇早晚得跟我离婚，我们。这是他想的，这是你想的。我想我告诉他的。哎，没你什么事啊？来气球，气球这没法弄啊。气球绑在竹竿上。这么大一竹竿，竹竿里边通子绑好了，媳妇儿攥着这，来了，哎，再绑上一镜子，就是就体检了啊，没有没有，媳妇儿下不去手，举着这竹竿啊，这头那气球，媳妇儿，哎。坏了，都进去了，都上哪儿去？哪儿啊？都扔进去了，弄出来，准备好，来，可以了。于老师，这使劲吧，等气球，哎呦，攒一块儿放了，合着这屋里都看不见人了，伸手不见五指，哎，飞叉走时。媳妇儿，孙长老收了神通吧？闹妖精了是怎么着？大圣，你在哪儿啊？什么都瞧不见了。上医院找大夫，大夫这
技术性的问题实在难以克服。对了，大夫接过条，嗨，写错了。不是不是，这些对不起啊，就是验一下那个大便小便，对不起对不起啊，您赶紧吧您赶紧吧啊，给小瓶儿，他拿着，这行啊可以，媳妇问去吧，他说那个先验大的先验小的，这也问，大夫说这无所谓啊，你哪个方便，大的我方便，哎，吃了二斤豆子，你去吧，给小瓶儿这么大小盒，对，他自个儿看看，不够装的，这哪装得下二斤黄豆啊？还有别的呢？哎，对，还有一瓶子水呢。啊，一低头，大夫脚底有一纸篓。这个，哎，你是不是说这特美呀、啊？我这场不要钱了，哎，对，那份给我。于老师端着这个，奔洗手间，就听脸屋，砰砰砰，还是这虚的是吗？于老师，一会儿于老师端着出来了，我都熏晕了，满腾腾啊，好家伙，您脏不脏啊？这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列位，咱们就一听一乐，谁也别咂摸滋味儿。谁咂摸这滋味儿？因为也不知哪个节目符合您各位的口味，啊、这符合不了口味了。于老师端这出来，看着还挺沉。可这医院没有不参观的，多新鲜呢！看热闹的也。哎呦，吵什么吵？这有什么新鲜的，对吧？这边有的是人拿这个，对吗？对，谁走街上不举这个，是不是？谁举这个呀？一回头，哎，那小护士不还举一个了吗？对吗？他也有。哎，怎么不一样？我这黑的，你那怎么白的？啊，废话，我这是冰激凌。哎，这。哼，快一点了，你们还听吗？这谁好意思走啊？这个啊，好吧，大伙儿还听。后来啊，这个还听什么呀？接着我这说呀，他们可爱听这个，真的啊。但实话实说，我要说连着仨钟头啊，句句都是文言文，我也能说。你们各位就不爱听了啊。一说一乐，我是拿您各位当朋友，当自个儿亲戚。比如这个话，我们街坊哥几个，我们家来谁了，来几个朋友亲戚坐在一块儿，我也能说。咱们大伙儿一听一乐。您别只是说听我一段相声就解决组织问题，这也是做不到。啊，朋友之间您出去就别跟别人说了，是不是？你像于老师刚才这个事儿，那压根儿就是假的，传出去也不好听，是不是？因为这些节目呢，可能我们同行人不熟悉，不说，大家不爱说这个哈。有时候这个节目呢，它当然咱承认啊，它是稍微俗了一点，但是我认为这是通俗，它不是粗俗。啊，那个老百姓，你说闲暇时候也没有唱高山流水的，地里拔麦子，你说哪位干半截活一抬起来身唱个我的太阳，是不是晒秃了皮了？那可能是真热，真热啊！就是来自民间的东西，谁也不能阻挠百姓们追求这种真善美的东西。对啊，而且来说，当然同行们可能对我们有些个意见。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每个人的艺术选择是不一样的，允许。人家愿意说一些个比较高雅的节目，人家做的也很对，就每个人的艺术修养不一样，对，所以说可能因为这点差异吧，我跟同行之间也很少来往。哦，啊，不，也别说前些日子有来往，是吗？前日我们上海南去玩去，倒是碰见我们的同行们，相声艺术家们，碰见过啊，人家上飞机人也没理我，啊，飞机上就碰上了，三位相声艺术家看见我，人没理我，一瞧见我，还较劲呢，咱都觉得臊得慌，艺术造诣不如人家。嗯，悄悄的吧，我就溜到飞机的前边那旮旯那儿，就找一地儿一坐。前边哪有旮旯啊？前面就两排座，就是能坐十个八个的吧，就能那个。那叫头等舱。你别说，他们不懂那个 啊，就找一小旮旯吧，是吧？小旮旯，人也少，又没人待见。哦，我们这艺术家们都坐在后边，跟群众们打成一片啊。嘿，仨艺术家坐一块儿。拉过这个安全带来，哎呀，短呢，从上边勒呀，嗯，飞机安全带是这么扣的，他可能头回，他以为跟打车那是一样的，
坐着啊，我在前面，我也不敢说话，艺术造诣不如人家啊。一会儿人看见了，哦，那是郭德纲吗？认出来了。他凭什么上前面去？对呀、啊，那叫什么呀？有人那头等舱不行，啪解开了，来艺术家啊。嗯，空姐，空姐，这就郭德纲怎么坐这儿了？嗯，空姐说人家花钱了。嗯啊，我还解释，对不起，我说我是自己花的钱，嗯、我坐这儿，你们那是公姐花的钱，坐后头啊，不行，凭什么？我今天去海南，我们是考察研究啊，嗯，到海南考察老北京曲艺，知道吗？那能有吗？那个，我们必须，我要坐头等舱。哦，空姐说您那票就是后头的、嗯，不行，我就要坐头等舱，我要到海南去。嗯，我赶紧劝，我说老师别闹、嗯，头等舱不到海南。哦，哦，嗯、这就过去了。谢谢谢谢啊。来看演出就支持捧我们，这就无以为报了。是，你看这楼上楼下这七八层楼都坐满了啊！哪有那么多呀？就三层啊！三层楼啊！嗯，很开心啊！谢谢各位吧。是，嗯，跟于老师一块合作，我特别高兴啊！尤其今年的演出有一个题目哦，什么题目啊？就是郭德纲从艺30周年。哦，啊、我很感慨，是感慨。谢谢谢谢，30年了。这个从艺啊，是指的我16岁开始干专业，哦，以此为生那天开始算，哦，哎，如果从学艺开始算呢，嗯、到今年是39年，嚯、哦，那明年就办40年了。不能那么说，显得岁数太大了。嗨、哎，不行，这从艺挺好。啊、哦，打16岁开始卖艺那天算，哦，这是30年。嗯，您也是卖了不少年吧？要是卖艺的话也30多年了啊、嗯、很感慨，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呢？是啊，好几十年跟这行。嗯，我这30年主要做了2件工作。哪两件事啊？第一，上让观众快乐啊，这是应该的。嗯，第二是让同行们团结。哎啊，很感慨。是吗？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哦，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嗯，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嗯，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着夫眠。哦，80老翁门前站，3岁顽童染黄泉。嗯，不是苍天不睁眼，善恶到头报应循环。啊。这又是一通感慨，不是封建迷信哦，我们讲的是因果二字啊，有因有果，凡事有因就有果。嗯，是的，咱们好好说相声，观众快乐，咱们如何如何，嗯，能把兴趣爱好工作合二为一，哦，这就是祖师爷对咱们的恩典啊，这就挺好的，是不是啊？嗯，人一上岁数了，跟年轻的时候就是不一样。那当然啊，我30岁之前真是什么都不信。不信，真是什么都不信。30岁之后，看明白很多事情。有什么看明白了？不是你看不见的事情不存在。哦，过去老抬杠，我没有亲眼看见，我就不承认，这是不对的。不对吗？你 WiFi 你谁看见了？没人看见。你能说它没有吗？嗯，声音你能看得见吗？这是听的，对吧？嗯，你往上倒7辈的祖宗，你见过吗？没有。你不能说没有吧？嗯啊，我没见过他，没见过他就没有，这不讲理了。嗯，人其实很多时候冥冥之中很多事情说不清楚。哦，我们老说命运二字。嗯，命是命，运是运，这还不一样。两碗饭在这摆着。哦，厨房啊，嗯，盛出2碗米饭来放在这儿。嗯，这碗饭被人端走吃了。哦，吃完消化完了，排在厕所。嚯，这就是他的命。哦，这碗饭的命。哎，那碗饭摆在那儿没人动，哟，这就是他的运气。哦，没人吃，这就是他的运。哦，但摆了些日子，长毛了，招苍蝇了，还得扔到厕所，还是你的命。那就命都一样。你看，嗯，好多事情就很难说。咱俩人就好比是那两碗饭，对吧？咱俩怎么比那两碗饭啊？你看，您就好比是那碗被人吃了的饭，啊，然后排在厕所了，就。
那换个比方呢，您是另一碗饭、啊、长毛了扔的，全是我呀，这个不是咱俩比吗？就是说相声老得琢磨啊，什么都是我们的老师，是吗？当然除了工作之外，一天到晚我们也挺忙。都忙什么呀？你看我最近我就挺忙，最近净忙着随份子。随份？您给谁随份？随份子是北方一句方言啊，我不知道上海怎么说啊。啊，就是婚丧嫁娶了，你给人随个喜，随份礼金啊。对，这叫随份子。上海话叫什么？叫算卦。算卦个？这上海方言。哎呀，没有叫算卦的。上海我刚回来啊。嗨、啊。随份子也是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随喜嘛。最近倒是净随份子了。给谁随呀、啊？你今儿还随了，今儿听说林志玲结婚了啊。你先别哭，你是哪儿啊？你就哭。这突然间想起来了啊，这最起码得随500，真的。嗯，是500块啊？500块钱，然后带8个说相声的去，吃死他。嗯、哎呵。好家伙，还得打包，哦，这500，500，嗯，哦，之前前些日子给法国随份子，法国怎么了？巴黎那个娘娘庙着火了。这嗨，娘娘庙干嘛呀？法国巴黎娘娘庙着火，哎呀，我心很痛啊！啊，以后法国人再拴娃娃怎么办？嗨，没有人上那儿拴娃娃去啊！啊，随了一个800，哟，这比志玲姐姐多呀！那当然了啊！啊，咱跟老娘娘怪不错的。哎，对。后来这个泰国，泰国那国王啊登基，咱们又随了点啊。这也给钱啊？哎呦，他67了，哎，啊，不是说60退休吗？人家泰国没有60退休这么一说。他等于返聘的皇上。你没听说？哦，不用跟咱们这儿比。我看新闻了，花了10亿泰铢登基。啊，10亿泰铢，是你算算，嗯，林志玲我就500，500等于换成泰铢的话，你算得多少钱？我算这干嘛呀？啊啊！后来这个日本天皇登基，嗯，我又随去了，啊，日本老天皇退休，老天皇60了，退休了啊？怎么那还是60退休啊？小天皇上位，哦，哎，随了1500，这给的多呀？那必须，咱跟你想，咱没少看人电影是吧？哎呀。您这是差老天皇一张票钱。我就爱跟谦儿哥在一块探讨人生。谁？这是人生吗？这我这个师哥特别的可爱啊！我认识他快半辈子了啊，差不多那会儿咱看人家，哎呀天哪，这于谦呐啊，了不得了。嗯，因为那会儿小时候我们都没钱，他有钱。怎么又提钱了？愿跟他玩。嗯，我那会儿小的时候，你想我那个西装是塑料的。谁拿塑料做西装？我那个裤子地板革的，也是塑料的。帽子是牛皮纸的。好家伙，人家谦儿哥，人家内裤都是貂皮的。多热呀！我这个撒泡尿40多度。嗯，好家伙！哎呀，天天跟我们一块玩吃饭都是人家花钱，就花钱应该。人家上家去，他爸爸也疼着我们啊，多吃多吃，他爸爸这份儿。这疼孩子，当然很多时候在舞台上一提，于谦的父亲啦，于谦的太太了，好多人就笑。是啊，当然我要感谢于氏家族，怎么为中国相声提供这么多的素材？哎嗨，都是您编的那个。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不像其他的行业，我们不能说别人。哦啊，我们怎么说呀？说一个事情吧，你看那排那个观众，那个胖子，哦，他们家如何如何，这个不礼貌，没法说啊。我们说别人也不合适，就。讲点我们自己的真事儿啊，还真事儿啊！你以为我在台上说谦儿哥的夫人啊，我就那么开心吗？你就是那么开心，这个我是不是笑出声来了？哎，对，后槽牙都露出来了啊！我忍着点啊，忍着点啊！我打小我爱上他们家去，嗯，他父亲太棒了，疼人。到上海可能您各位不太熟悉哦，你到北京去问于谦的父亲，嗯，于谦太棒了，真的啊。他爸爸于谦，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啊！谁太棒了？于谦的父亲于谦先生，太棒了！我们爷俩叫一个名字呀！你说我就得跟你生气，知道吗？你跟我生什么气？撇着大嘴，我爸爸也叫于谦，我一猜你就往歪处想。
就好像于谦的父亲也叫于谦似的。那不叫这个吗？不是一个谦啊。那也不行，那个啊，不是一个谦也不行啊。他是千万的，哪个都不成。那个没有叫于谦的了。于老爷子心地善良啊，信佛。哦，他爸爸信佛。这说英国吗？胸口这儿啊，老挂着一袋铁观音。哦，我爸爸信佛，这儿挂袋茶叶干嘛呀？信佛，哎，没听说过。可爱啊，谁要有个别扭事他一定开导你。啊，我们都管他爸爸叫知心姐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北京知心姐姐于大爷，都也不知道男的女的了。这个都知道，一上家去啊，你谁看见他爸爸谁乐，乐什么呀？那么大一岁数，老抱一机器猫，他干嘛喜欢、啊？童真呐。哦，哟，大爷又抱这机器猫了。嗯，那机器猫是小名啊。哦，人家有大名字。大名叫多多来多来一篇。多来 A 片啊，多来点 A 片，没听说过啊。多拉 A 梦哦哦啊！你看我这个英语不行啊，不行了，你不用多来 A 梦，多拉 A 梦，可爱啊！我没有再见过这么一个可爱的老爷子，是吗？会活着，这到现在倒是没死，不是啊？就这个生活状态，怎么着？生活状态，每天退休之后给自己安排的特别满。哦，就会生活。哎，一睁眼先奔河边练书法去。河边练书法？大广场练书法。那怎么练？那叫水笔啊，拎着个桶，桶里杆笔这么大个，头里海绵的头。哦，蘸着水在地上写字啊。他有这么练的？哎，他爸爸去了。哎，开始今天写滚滚长江东逝水，嚯，还是浪花淘尽英雄。这好，先从前两个字练啊，练这个滚滚滚滚滚滚，全写这俩字啊，写一上午啊，后来给弄到派出所去了。哎，这个、在广场上骂街不成、这个、说他爸爸是文化流氓。嗨，不挨着。哎，写完字了没事了，哎，找一帮孩子上家来。这干嘛呀？来，我给你们变魔术。哟，老头还喜欢这个变戏法。你瞧，小朋友们都坐着啊。哦，连街坊老太太也来，王奶奶、李奶奶都来了，一帮老太太带着孩子。嗯，他爸爸上衣脱了，干嘛呀？脱一光膀子，变戏法，传统戏法，古彩戏法，裤子也脱了。哎，这是就穿一个内裤，这就差不多了啊。变啊啊！呸、啊！这是钢笔。铅笔，哎，好，嗯，毛笔，哦，胡萝卜，你看这行了，黄瓜去，要不要看冬瓜的？行了，你这变不出点别的形状来的了吧？就咱不懂这个魔术，这很奇妙。你别变魔术，你这古彩戏法穿着大褂变，你都脱了变什么呀？穿着大褂都知道东西在大褂上挂着呢。啊，老头这高了，让你们看。没有夹带，身上没有，那是得解剖看这得。说这么肮脏 啊，就是喜欢玩，这是玩啊。要不然跟于谦爷俩玩耍狮子，你瞧玩的都新鲜。我们爷俩玩耍狮子，北方过年的时候不就耍狮子吗？啊啊，有南狮北狮，南狮是广东佛山那边的啊。对对对，咱看电影黄飞鸿老有那个，是那叫南狮啊，还有北狮，北方的狮子。哦，弄张狮子皮，嗯，爷俩举这个套上，他爸爸爱来前面这个。哦，前面让谦儿在后边猫着腰来这尾巴。哦，耍狮子，爷俩玩，给小朋友们表演，这看配合。哎，嗯，这个没事了，完事老头又奔河边了。河边干嘛？游泳。哦，还喜欢喝运动，冬天夏天都得去，无冬地下。尤其他父亲冬泳很厉害。是啊，冬泳他也怕冷啊。怕冷就别游了呗，头下水之前有准备。怎么准备？棉袄、棉裤、军大衣什么的都穿好了，穿这下水啊？往河里走、哦，然后反正有人，一定会有人救的，哎，就多新鲜呢、啊！这不就淹死了？这个、哎、冬天，这是一种意志啊、哦，这么练、哎。当然，夏天他爸爸可露脸了，怎么呢？夏天他爸爸游泳是为了展示这个纹身，老头有纹身，从脖子后边到脚后跟纹了一条带鱼。哦，
这玩意儿有纹他干嘛？他爸爸一下水活灵活现，这纹身每回一下水都让人家拿抄子给捞上来。我爸爸游泳这损失的这个抄子上真棒啊，真棒。这个老头就是不浪费每一分每一秒，那是要对自己好哦。哎，包括饮食上也是，早晨一睁眼，嗯，一睁眼先洗脸，洗脸，哎，收拾完了之后，嗯，开始喝猪奶，哎，你先等一会儿，我都没听说过啊，喝牛奶、喝羊奶、喝猪奶，喝牛奶他受过伤，我这都想象不到，喝牛奶怎么受过伤啊？喝着半截那牛坐下了。趴在牛肚子底下喝牛奶去啊！后来老头这也不行，我不能让他欺负了啊！喝猪奶，躺着就喝了啊！对，都躺着都能喝了。哎、对对对对啊！跟那小哥几个躺一块儿，没听说过，这有练哥几个的吗？哎啊！喝，哎呀，喝，先喝点奶哦，喝点奶之后这儿起来，哎，嗯，要喝点鸡汤，你瞧，都是大补的东西哦，特意自己上菜市场嗯买一只女鸡。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啊，那个叫母鸡，哦，这还有广东人、啊、母鸡啊？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哦、这个公母这么分的啊、哦？没有说女鸡的，没有啊。吊汤，嗯，完事儿吃一点点青菜，啊、哦，青菜是好的，不能吃太足棒啊，吃的太足棒对身体不好，吃一点儿，哎，吃点青菜，都吃什么？这青就是院里边野菜挖一点来洗干净了，哦，拿开水一烫，嗯，撒一点点盐。哦，争取不放油。哦，他爸爸可在乎这个，就是心脑血管这个了，不放油。哎呀，油太多受不了，少油少盐。当然有的时候拌青菜适当搁一点油也可以。哦，还也搁。哎，但是老头儿从来说弄个瓶子往里倒油这不行。那怎么办呢？他从那个抽油烟机那油盒里啊，太会过了吧这个？哼、啊，吃一点什么味儿都有，高兴。你还不如吃那、哎、吃半斤油呢。那是。这儿吃完了差不多，哎，老头自己打电话订外卖，啊，这才正式吃饭。奔八十人自己会订外卖，嚯、哦，哎，来了，来披萨，啊，这洋餐了。他原来年轻时候出过国呀，他对这能接受。嗯嗯，人家送来，大爷，披萨给您切八块、十二块啊？啊，切八块，八块，因为十二块吃不了。哎，这不是一样吗？这个吃差不多了啊。但是老头也不能老吃这么素啊。啊，也得吃点肉啊！最爱吃的就是炖肉，现在就是荤的了。上海叫红烧肉，是啊，五花三层的那种啊。哦，但是买的不吃，那他吃什么呀？一定要吃于谦给他炖的肉。哦，我有手艺。哎，你看看这边，老头也想儿子、嗯、是吧？打一电话，我要吃炖肉。哦，于谦不管多忙，嗯，接了电话，提上裤子就来了。对。我干嘛呢？我就非提上裤子来。不是你出门不得提上裤子，穿上外套吗？我在家光着是怎么着？不是你穿的毛裤啊，毛裤哪儿？我就穿我爸一打电话，我就在这光着呢。你看，你可能正练那个变戏法呢啊！我哎，变什么戏法啊？我跟你，别练了，榴莲。行了，别提这个了。您这来了来了，老头都准备好了。什么就准备好了？他父亲给他准备好了一大块猪肉放在这儿了，要炖吗？哎，谦儿这就赶紧洗手，哦，切肉，是给他爸爸红烧肉，嗯，一切肉一不留神，嗯，把手切破了，哎呦，这是坏了，鲜血滴滴答答下来，哎呀，滴到猪肉上，嗯，并且渗进去了。你少来这套啊！我跟猪来滴血认亲是怎么着？像话吗？您这个还是猪肉渗进去了？谦儿也傻了，我的血怎么跟猪肉合在一起了呢？我还真往下说呀！回头看他父亲啊，你是谁？这好家伙，要翻脸这就。你看这是啊啊！老头也乐了，嗯，别听外边瞎说啊！谁说了？嗯，得了，别炖肉了啊，咱们外边吃吧。外边吃了，爷俩出去了啊，找一火锅店。哦，吃点羊肉吧。火锅店墙上写着了啊，不辣。小辣、微辣、中辣、大辣、特别辣、变态辣。哎呀，到头局开，谁分得这么细致啊？这吧，他父亲很开心
啊，叫什么呀？服务员，点什么？最多的就是这个啊，是先生，最多就是菊开。哦，有没有怒放？没有，没有，开开就得了。嗯嗯，对。吃，吃吧，坐那吃啊，吃着，吃着吃着，他父亲脸色沉下来了。怎么了？哎，我怎么就老了呢？你这想起什么来了？这是回想起年轻的时候，就跟在眼前一样，一晃的事儿。他爸爸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哦，做生意哪儿都去，做买卖的，最远到过印度。呼，他爸爸上印度去卖那个手指。印度没有手指，非得我爸爸倒腾过去是怎么着？关键是人家没有人用手指。那倒是，他爸爸去赔的都不行不行的了，啊，到最后卖了一个肾，啊，才回来，拿肾换手指了，啊，你知道吧？后来又做买卖，啊，又到印度去卖筷子，这做这个小本买卖呀，啊，人印度都手抓着吃，就说是呢嘛，赔的不行了，把那个肾也卖了，没肾了啊。后来想这怎么办？得了，啊啊，回家吧，这再回家啊，娶媳妇过日子。没肾了，娶什么媳妇儿？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您 这就是差。但是你父亲人缘好啊，邻居卖猪肉那大哥老给帮忙。我好嘛，别提那个了，没有那大哥。啊，这老头吃着吃着眼泪下来了。啊，老了，我还是很希望能够有生之年，啊，多出去转一转。还转？没肾了，还转什么呀？嗯，看看风光也是好的嘛。啊，于谦大孝子啊！我又怎么着了？去，支持您去。您说多少钱吧，我给您。哪怕说明天走，我提裤子跟您就走。我怎么老脱裤子呀？啊，我怎么老脱着裤子呀？这我跟您一块儿带您周游列国去啊，出去玩。要不我带您上澳洲怎么样？澳洲？哎，咱爷俩上澳大利亚大洋洲。我带您去看看海龟。哦，玳瑁。嗯，乌龟、鳖、巴西龟，好不好？这认亲戚了是怎么着？我们上就看点别的不行吗？老头脸啪嗒掉下来了。不高兴了，你都听谁说了些什么吗？哎哈，怎么那么信别人说话呀？啊，我要去非洲。哦，不上澳洲，去非洲看动物，这倒可以。它有一个动物大迁徙啊，对，有，是不是啊？对对对，坦桑尼亚那个啊啊啊，好些个动物，角马、瞪羚、斑马，是无数的动物。啊，据说人家得搬家搬两三个月啊，差不多，是不是？嗯嗯，我去那里可以吗？可以啊。谦儿真孝顺，行，订票哦，带您去非洲，就看这动物大迁徙。收拾好了，爷俩奔非洲去吧。真有一个像非洲的样子，是吗？啊，戴着这个大墨镜，哦，大背心、裤衩、拖鞋，爷俩很阳光。哦， 哦，打了一个车奔机场，就去。坐在出租车里边，老头指着窗子外边，还看风景。谦儿，你看看啊，瑞雪兆丰年呢，冬天呢。我们出发冬天，裤衩背心啊。对对，你们走的时候北京是圣诞节。好家伙啊！得了，已经出来了，那也得去啊，是吧？自个儿都订完票了，去吧。哦，来到机场过安检。嗯，你爸爸露脸了。怎么还能露脸？过安检得脱了外套，摘了帽子。对啊，鞋要是高还得脱了鞋。没错，但确实有那个不配合的，人家不懂。过安检的那个工作人员就跟前面那人说，嗯，这位先生您必须要配合一下。没错，不是我们刁难您，这是规章制度。没错啊。嗯，您看我们不是您我您别跟您看，您看于谦父亲他，啊，您看于老爷是怎么一丝不挂了。哎，他光着了，这也过了。他爸爸太配合了，啊，一丝不挂啊。嗯，哎，我嗨，别给人变了，你上飞机。这让上吗？这就让上上上上啊！工作人员拿一床单给你爸爸围好了，抬上去了。好，赶紧让他走，太丢人了。哎，对，奔阿拉伯了。哎，走，搁在飞机上。嗯，头等舱。啊，买好票。那是。嗯，老头坐在这儿。哦，谦儿，您坐好别动啊。嗯，谦儿先上一厕所。哦，上厕所。哎呀，接完手一摁，轰！冲水嘛。冲完水出来。嗯，他父亲跟空姐打起来了。怎么了？他爸非让空姐给我炒个鱼香肉丝，
炒个鸡蛋，飞机上给我炒个饭，没听说。空姐说：“大爷，我们这飞机上不能开火。”哎，对，不能。怎么呢？我刚才听前面那儿轰了一声，还呛锅呢。啊，那是呛锅吗？那啊，这一路上不容易，终于到了非洲了。那就到了，好。呵，嗯，哎呀，吉人自有天相，看动物了，赶上百年不遇的极寒天气。非洲赶极寒，零下42度，比北京还冷呢。看着这个坦桑尼亚跟哈尔滨似的，好家伙，有点西伯利亚的风采。哦，来了四个导游接你们爷俩，还有导游戴着狗皮帽子，里外八层围着军大衣。啊，好嘛，真是西伯利亚的。哎呀，欢迎欢迎你们爷俩啊！啊，来的不是时候 啊！再有一个了，这个动物大迁徙得7、8、9、3个月。哦，现在这年底这不行。好，爷俩急了，不行，怎么着？必须要看动物，看什么动物？说，我们怎么能看动物啊？四个导游说：“那您拿钱，啊，我们给你买张啊机票，回北京、到西直门那儿有一北京动物园。”那用你呀、啊，啊，我在那儿看好不好？爷俩翻脸了，当然就得在这儿看，啊，当然，要不然就死给你们，好家伙，要不然就给你们变戏法，别，这还是死给他们变一个狼牙棒，啊、行了，行了。吓死你们知道吗？方天画戟。行，你说不说了啊？嗯，四个导游一商量说：“您爷俩要真想看动物的话，也不是不行，还有动物，有几只光棍的鹿。什么叫光棍鹿？去年动物大迁徙的时候，有几只鹿啊？啊，迷路了，啊，哦，没走了，存林了，就留在这儿了。啊，有这么几只，还都是公鹿，没找着群。啊，在这儿天天眼珠子都快红了。哦。”你们要看看，凑合看一眼就回家吧，啊，能看就行了。但是我们动物保护啊，你们过去把他们吓着了不行。哦，我们这儿有一张鹿皮，是吗？是个母鹿的皮。啊，你们爷俩披上，到那儿去一会儿，鹿过来你们看一眼就得了。哦，这也能看就行了。他爸爸很开心，来呀，是吗？来，在家我们有耍狮子的手艺。哎，好嘛，有这底子。那，你以为我前面说耍狮子白说呢？我让你说了，你记住每一句话都是有用处的。这哎，他爸爸在前面弄着鹿脑袋啊，钱在后边耍狮子，那是提上裤子一披这个，我好，爷俩拧着拧着的啊，就奔草里边走。母鹿吗？哎，一会儿打那边这几个公鹿就来了。是啊，好家伙，打去年7月份到现在啊啊，这都不行了，这几只公鹿、啊、你想这几只鹿獠牙都长出来了，好家伙，改野猪了啊、哦、眼珠子通红啊啊，就过来了。哦，爷儿俩还是很开心的，是吗？还是很近距离接触野生动物，他高兴，看得见、啊、谦儿也高兴，是吗？待了一会儿，谦儿说不行。怎么不行了？说哎嗯，那个，这个鹿讨厌，你这讨厌、啊？他可能真拿咱们当母鹿了。是啊，对，他有一只鹿要趴到我的后背上。哎呦，啊！他父亲告诉你，坚持，我已经开始吃草了啊。好家伙，就别坚持了，这东西。他说这不是坚持的事儿，这比变戏法还难受呢。好家伙！咱跑吧，赶紧跑吧，撒腿就跑。一边跑，于谦还说呢：“我说什么？怎么是鹿呢？哪怕是野猪也好啊！野猪怎么了？多少沾点亲戚。”我去。